什么？冬瓜茶。走了，我洗干净就可以走了呢。哦，你们的动作很慢。废话，慢慢逛，逛那么快干嘛？我要吃东西。前面那个也可以啊，那个也不错，那个现煎的。是我吃的，没有。啊！我看过喝口，没了。你要吗？截图的。他晚上去前面丢。这边，金博成。不错。来，开始给我，来前面丢。啊！这个还不要吗？确定不要吃吗？这等一下再吃的吧。它是这种传统豆，传统式的没有那种嫩豆。一会儿就在那边。哦哦。热爱逛大街。他吃什么？你去吃什么？应该可以去玩了吧？嗯，好，走吧。去玩了，走吧。那豆汁先炸过再说。